哦，白同学刚刚做中二回来了哦，我来，我来过来捐链接。我讲这实在非常之水呢，种物件一个水甲，我真正无啥想要迄个啥，搁倒伫车顶用，要想要收藏呢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这是顺便分享一下。我所以你看伊这压缩甲霸咧，这种头前遮，我一般基本上我是拢习惯拍鼓啊。哦啊，因为我是在测试影片，我前面没有垫片，没有换新的。你如果换新的，你有拍鼓来讲哦。一压缩起来，开开吧，哦，安尼，好，大家就先这样分享给同学啦。然后有个重点哦，因为我们就是最主要先是那个测试安装，看它的管位啦，还有它的那个排气声量哦。下一集如果说白同学有空的话，哦，因为这机未来还佫向迄个头家伊还佫要开模，做嘛专升001间这机，啊，佮另外迄机泰管，安尼，哦，这机是一号，啊，迄机那二号的款。要赶快，然后去量产，然后哪一下像我有头家讲，我延一下时间咯。后边我们再分享一下加速管要怎么样配那个普利珠哦。后一出来时候再分享你哦。啊，我等下卡电话讲的，非常之赞。啊，无你若讲一般你吹起来，也不，因为它那个扭力哦，一般我先讲伊的曲线，比如讲是两三千转，迄个时阵咱一般加车回压，但是伊的这种车伊摆回的时阵足紧的无，回压会延后。你就是爱登山溜足悬了，伊爱无啊！你就是主要用足紧哦，伊来遮就出来啊！你爱用这只哦，所以那个部分要再简单的后来下一集我们再调整传动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